美英澳三国无视自身承担的防扩散义务，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忧虑和反对，高调推进核潜艇合作，这是对地区安全的挑衅，也是对国际规则的蔑视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再次表明，三国声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，不是代表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意志的秩序，而是基于小圈的利益制定的秩序。三国根据自身需要，凭借自身实力为所欲为的做法，堪称21世纪的丛林法则。中方再次敦促三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切，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建设东南亚无核武器区、南太无核区的努力，认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，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。